谁都啊。原来不经不觉啊，哆啦 A 梦都诞生了50年噶啦。当然今年会有大量的活动和商品推出去庆祝呢个大日子啦。而最近 LINE 就推出了一只哆啦 A 梦游戏，名为哆啦 A 梦乐园。不知画风可爱，仲好易玩添，大人细路都啱玩啊。哆啦 A 梦乐园啊，是一款消除方块的游戏，只要将三个或以上的方块连埋一直线啊，它就可以消除噶啦。而每一关啊，都有不同的条件，要达到特定的条件，你才可以过关噶。不过你每赢一关就会送一个啷啷俾你，而呢啲啷啷有咩用？呢啲啷啷啊，其实是用嚟起屋或者兑换唔同嘅装饰品去丰富你自己嘅乐园嘅。例如喺漫画入边，白熊同埋静香经常去嘅公园，或者喺云上边嘅梦幻王国等等啊，呢啲令人充满回忆又怀念嘅场景都会喺游戏入边出现。而全部啊，都系靠呢啲啷啷去兑换唔同嘅装饰品，嚟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而且独一无二嘅小天地啊！而且之后仲有更加多嘅乐园会登场啊！粉丝应该超期待嘅咧，除了可以收集啷啷起自己的乐园之外，在游戏都收埋咗唔少嘅秘密道具噶。只要你找到佢哋出嚟啊，你就可以图鉴入面看到描述呢样道具登场嘅经典漫画片段噶啦。而呢只 game 啊，仲可以同朋友一较高下。在排行榜画面入边，佢仲会显示 LINE 好友嘅过关进度啦、乐园完成度同埋排名。想睇下朋友个乐园系点，绝对冇问题。甚至喺佢棵树度摘爱心同埋豆沙包硬币，亦得咗。介绍咗咁耐啊，作为粉丝嘅你啊，应该都 download 咗嚟玩噶啦。我都唔讲咁多啦，我都要继续装饰我个乐园啦。系咁啦。